我面前有7个榴莲，一共是8公斤，大概就是16市斤，16斤一共花了不到300块人民币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近的马来西亚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去吧。农村生活。12块一斤，我尽量会小心一点的。去吧，去吧，不可以的。泥土垫子怎么去玩？小的分6块。啊，在三足可以吃到七个月吧。最近三足配榴莲，一个上火，一个下火。来，你看最近这个季节吧，榴莲到处都是。哦，还有外面在淋雨的，啊，那个是不是有点坏掉了？哦，那个斗里面有一个在淋雨的。现在来到了榴莲档口，我们订的榴莲在这里，从园子里出来的。哦，这是啥品种啊？啊，这个是 A 果吧，大的。这是小的。没有B 刺，这个是黑刺，这个是黑刺啊！别去摸呀！黑刺的 B 果。妈妈，我中国也是有这个黑刺啊。然后这个是黑刺的 A 果。杨幂。杨幂，杨幂都喊出来了。再叫一次，再叫一次。杨幂，你看杨幂，谁允许你叫我大名的？叫杨幂小姐姐。杨幂小姐姐，我要把这个带去回家养。可以。哦。怎么你们打架了？别打架呗，你们打架哦，这个 A 果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有6房肉。我们今天又买了17肉。马币，人民币300多一点。这是刚从园子里摘下来的，不吃吧？哦，这么多，哟，乱七八糟的，快打开！我们最近的主题就是在马来西亚实现了榴莲自由啊！今天这一个看到没有？这一共是有2个品种啊，一共是一个 D13，也是一个马来西亚比较经典的品种，一个就是101是吗？对，一个101是一个101，这2个品种都是在马来西亚比较常见的一个品种啊。嗯，看到没？但是这个101的话，它的果型就会比较好一点，而且它的果核那个偏大。然后这个是13套，因为这个是算是 C 果吧，它比较小一点点。因为我们这次呢是在朋友家的园子里直接拿来的，价格也是给我们的非常便宜，基本上是一个批发价啊。所以这些一共呢也没花多少钱，就是差不多他给我们是175马币，就是人民币算起来不到300块钱就买了有8公斤。这个大的是一个101，它的看到没有，它应该属于一个 A 果了，属于一个 A 果，它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目测是有6房肉，很大。等一下我们开一下，看一下我们这里八公斤能开出多少的肉啊。嗯，然后这几个果呢是小果啊，小果的话就是它果肉是不影响的啊，这是
自己吃的也不是很影响的啊。等一下我们看看，嗯，这六个小果是一个品种，我们都是在那个榴莲园里早上现昨天晚上掉下来，然后或者是今天早上掉的，反正早上去捡的啊。看一下它一共能开出多少肉。所以说在马来西亚实现很少的钱呢，就可以实现一个榴莲自由。前提是你要在榴莲季时候过来。哦，对，因为最近是这个榴莲的大季节嘛，它所以确实是比较便宜，就算你去水果的那个档啊，或者是去批发的市场去买，还有就是说能去那种批发的档口买也可以，像比如说人家那个农户啊早上去收过来，然后卖到那个收果的档，你去买的话顶多有些一公斤给你可能加过一块两块三块钱，然后一公斤然后就卖给你，而且价格都是明码标价的，只要你能找到收榴莲档口的地方就行。现在我们看看能开出多少肉啊。哦，哇，真漂亮，这个是六房肉，我最近学的一个新的开榴莲的技术。有六房肉，这个有，你确定？我看看五房最少有，五房肉这个有，应该是这样，先敲它，就是这种声音是那种不是那种很实心的声音，是有点稍微空心的感觉，它就是全熟了。是，就这样子。对，好甜啊，我真的好难开，怎么这没技术来，真的很难开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品种不错，你说拍照你在那里一直啃，忍不住才好吃。拍照看，这个，不要啃吗？啊，疼啊！啊，这个肉。因为这个小的嘛，但是这个壶很大的，看到没有？但是它很好吃，真的超级好吃的。尝尝。嗯。这么小的里面还有这么大一块肉。就特别大一样。把这个拿去。啊，现在已经全部开出来，中途呢还被我们吃了几块，因为实在太好吃了没忍住，总共就开出了这么多啊。尤其是这个大的，大的每这个是这个大的啊，其他都是小的。这个大的五房六房肉还被我们吃掉了一房，每一房肉都是非常饱满的啊。不，有一房不行。你就是那一房稍微小点吗？一二三四五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被我们吃掉了，这块也被我们吃掉了，超甜的。你看到没？这都，哇！棒吧？嗯。很香甜。然后这种小的呢，其实它也，这个小的叫13D13，对吗？嗯。非常甜糯的，然后因为他说是因为树林比较大，所以比较甜。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，你看。就看这个叫谁的？嗯。这两个是同一个品种啊，这两个型号是一个型号，但是你看这颜色啊，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已经我们开的时候，它已经嘴巴已经裂开了，就是下面。马来西亚的榴莲呢，是如果嘴巴裂开了就是不能吃了，它就像这样子的。但这个嘴巴是就没有裂开的，你看果肉的品质天差地别，而且这个口味也不太好，我刚刚尝了一下。马来西亚榴莲呢吃新鲜的比较好，这两个呢我们新鲜的，我们等下把它拆出来，今天明天吃掉。过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冰箱的急冻的，这是我们的存货，冻在急冻，是我们前两天差不多就开了有20多公斤，开出了很多果肉。哦，这就是我们的存货，每天一盒，可以吃个10天这样子。九盒吧？嗯，九盒。因为它拆了只能放在急冻，
这个新鲜的今天明天把它吃掉，真好吃。花了不到300块钱就实现了榴莲自由。那这样吧，拜拜。